哇，这个球沿着三垒的方向呢，上二垒没有问题。这个内角球带得很快，吴东龙抓到了一个内角的一个速球。连续两局，崇越呢都是在两出局之后出现二垒安打。吴东龙也连续两天呢都有安打的出现。这边看要不要代打，毕竟今天黄一坤打的并不是很顺，我的内角球打得非常精彩。陈文浩，陈文浩是想怎么样？然后这球滚出球场外了，也是二垒安打。对啊，这样停止球有时候反而比较不利。对啊，这个球搞不好还能够跑三垒。